iTunes. Thank you.
谢谢。真的，好，哇哇，好像被打回房间一样。接下来又是到了可歌可泣的笑话时间，一样还是由我旁边这位有年轻人要讲笑给大家听。啊，有一个小孩他生病了，然后他妈妈就带他去看医生。哎，医生医生，帮我小孩诊断一下好不好？最近长高怪怪的。来来来，臭小丫丫啊，贱啊贱，贱啊！我小孩就一直贱贱贱，妈天哪，好贱哦！贱啊！医生就说：“哦，这是一个罕见的疾病。”哦，哇哇，谢谢谢谢大家，默默的四处产生一下闷笑声，想要憋又憋不住，感觉这个笑话笑出来好像会被笑一样，可是憋不住就笑出来。好了，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，就是我们今天带来我们的坏超人留言板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那个人在写那个板子，就叫坏超人留言板。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说，你可以写在那上面，我们看得到。